一套桌游有14张棋盘，27种玩法，这就是我让孩子放下手机电视的秘密。有很考验手眼协调的弹弹棋、保龄球，也有飞行棋、斗兽棋、蛇棋等经典益智棋类，各个年龄都可以玩。在玩耍中，孩子不仅要专注思考，还要运用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。学习之余玩一把，既是放松，也是很好的思维锻炼。整体都是这种木质材料的，每种棋子独立包装，收纳也非常方便。